蒸肉。来点木瓜丝。这个木瓜丝配米饭配面条都好吃。这个里边是花生，哎呀，这小味儿。囤货，姐妹们啊！活动随时都结束了。
烤猪蹄，撒点烧烤料，这个烧烤料可好吃了，去拍这个香辣的，因为香辣的它一点也不辣。这是我自己用空气炸锅炸的，比外边卖的好吃多了。腊肉炒糯米笋，这糯米笋可好吃了，19.9发5包。可嫩了。
火锅凉拌都好吃。都不想吃肉，就想吃这个笋，太下饭了。火鸡面让尝。这个不蘸蘸料也好吃，他家会送蘸料。
来个馄饨，巨香馄饨。里面是十个，还有料包。韭菜鸡蛋了，牛胸口，塔塔烫烫牛。姐妹们，咱家这个茶纯植物的，春节是必备的。然后那个五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喝啊，特别安全。不懂得怎么喝的直接去小店找客服。咬不动，是这个。鸡皮卷儿，包汁鸡皮卷儿。撒点烧烤料。纯鸡腿肉做的，有奥尔良味的，还有原味的。
好吃。拜拜。